明明过去因涉及逃税遭到中国官方封杀，重挫演艺事业，形象跌落谷底。近年来他积极复出，日前范冰冰现身香港，疑似在拍摄街头画报，这被众多网友拍下真实模样。直接流出的照片中，范冰冰身穿一件长版风衣，五官精致，身材也保养得相当好，惊艳状态让网友看了都佩服不已，纷纷留言大赞，美到无法形容，冰冰的颜值真的没人能比过。另外还有网友拍下范冰冰在船上的影片，范冰冰也转发这则影片，赞美网友捕捉到的样子相当好看啊。Bye.